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HSK 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4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现在开始第1-5题。1，我先把盘子洗了，再换条裙子就能走。你去换衣服吧，盘子我来洗。1，我先把盘子洗了，再换条裙子就能走。你去换衣服吧，盘子我来洗。2，你这里写错了，应该是3角5分。哪儿？让我看看。2，你这里写错了，应该是3角5分。哪儿？让我看看。3，都站了1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到我们？这家店一到过节就这样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前面问问。3，都站了1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到我们？这家店一到过节就这样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前面问问。4，你能放上去吗？要不要我来放？不用，你帮我把桌子上的那几本词典也拿过来。4，你能放上去吗？要不要我来放？不用，你帮我把桌子上的那几本词典也拿过来。5，哥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上了出租车才想起来没带护照。5，哥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上了出租车才想起来没带护照。现在开始第6-10题。6，别喝那么快，慢点儿。太渴了，今天跟班里同学打了一下午球。6，别喝那么快，慢点儿。太渴了，今天跟班里同学打了一下午球。7，看见我的帽子了吗？怎么找不到了？是不是被笑笑拿走了？他刚才出去了。7，看见我的帽子了吗？怎么找不到了？是不是被笑笑拿走了？他刚才出去了。8，看了一天书，眼睛有点累。你可以多看看外面绿色的树，这样对眼睛好。
八，看了一天书，眼睛有点累。你可以多看看外面绿色的树，这样对眼睛好。九，你好，我姓高，叫高小月，今天第一天来公司上班。你好，我叫李亮，欢迎你。九，你好，我姓高，叫高小月，今天第一天来公司上班。你好，我叫李亮，欢迎你。十，这只小狗真可爱，是你的吗？对，是我叔叔送给我的。十，这只小狗真可爱，是你的吗？对，是我叔叔送给我的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聪明的人每一个机会都不会错过，因为他们懂得，很多时候机会只有一次。聪明人知道机会不常有。十一，聪明的人每一个机会都不会错过，因为他们懂得，很多时候机会只有一次。聪明人知道机会不常有。十二，我们这儿秋天很短，夏天过完很快就到冬天了，相信住的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。那儿秋天很短。十二，我们这儿秋天很短，夏天过完很快就到冬天了，相信住的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。那儿秋天很短。十三，不用着急，从公司到火车站坐地铁只要40分钟，我们不会晚的。他害怕会迟到。十三，不用着急，从公司到火车站坐地铁只要40分钟，我们不会晚的。他害怕会迟到。十四，
你检查一下名单有没有错，如果有问题，就用笔画出来，一会儿给我。名单不用检查了。十四，你检查一下名单有没有错，如果有问题，就用笔画出来，一会儿给我。名单不用检查了。十五，对不起，先生，您刚才点的这个菜已经卖完了，我们这儿其他的菜也都很不错，您看是不是换一个？他希望那位先生换个菜。十五，对不起，先生，您刚才点的这个菜已经卖完了，我们这儿其他的菜也都很不错，您看是不是换一个？他希望那位先生换个菜。十六，奶奶年轻时是他们学校里有名的音乐老师，歌唱得特别好听，对人也非常热情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奶奶年轻时是历史老师。十六，奶奶年轻时是他们学校里有名的音乐老师，歌唱得特别好听，对人也非常热情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奶奶年轻时是历史老师。十七，这个季节的西瓜不怎么好吃了，一点都不甜，以后还是买苹果吧。现在西瓜很好吃。十七，这个季节的西瓜不怎么好吃了，一点都不甜，以后还是买苹果吧。现在西瓜很好吃。十八，这是今年最新的手机，虽然6000元有点贵，但您要求的那些他都能做到，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。那个手机卖10000元。十八，这是今年最新的手机，虽然6000元有点贵，但您要求的那些他都能做到，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。那个手机卖10000元。十九，小黄，你帮我看一下笔记本电脑吧。昨天我上网聊天和玩游戏时还有声音，今天突然就没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的电脑出了点问题。十九，小黄，你帮我看一下笔记本电脑吧。昨天我上网聊天和玩游戏时还有声音，今天突然就没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的电脑出了点问题。二十，我的爱好是看书，没事的时候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静静地读一本好书，是我最大的快乐。他喜欢读书。二十，我的爱好是看书，没事的时候
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静静地读一本好书，是我最大的快乐。他喜欢读书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21题。21，刚才电梯里那个瘦瘦的女孩你认识？对，是我以前的同事，听说她现在都是经理了。男的在电梯里遇到了谁？21，刚才电梯里那个瘦瘦的女孩你认识？对，是我以前的同事，听说他现在都是经理了。男的在电梯里遇到了谁？22，妈，妹妹怎么又哭了？应该是饿了，你帮我把奶瓶拿过来。妹妹怎么了？22，妈，妹妹怎么又哭了？应该是饿了，你帮我把奶瓶拿过来。妹妹怎么了？23，黄后面是什么字？我有点看不清。是盒子。你离黑板这么近，还看不清吗？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3，黄后面是什么字？我有点看不清。是盒子。你离黑板这么近，还看不清吗？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4，王阿姨，您这辆车买了多久了？快两年了，去年春天买的。王阿姨的车是哪年买的？24，王阿姨，您这辆车买了多久了？快两年了，去年春天买的。王阿姨的车是哪年买的？25，405房间的客人刚才打电话说洗手间的灯坏了，你去看一下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25，405房间的客人刚才打电话说洗手间的灯坏了，你去看一下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26，你好，
我要一杯红茶和一块水果蛋糕带走。好的，一共27块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6。你好，我要一杯红茶和一块水果蛋糕带走。好的，一共27块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7。最近在忙什么呢？也不见你去打篮球。下周就要考数学了，我一直在复习。男的为什么没去打球？27。最近在忙什么呢？也不见你去打篮球。下周就要考数学了，我一直在复习。男的为什么没去打球？28。脚还疼不疼？要不要先坐下来休息一下？没关系，马上就到了，等会儿再休息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28。脚还疼不疼？要不要先坐下来休息一下？没关系，马上就到了，等会儿再休息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29。小兰怎么没来上班？她请假了，今天她弟弟结婚。小兰为什么请假？29。小兰怎么没来上班？她请假了，今天她弟弟结婚。小兰为什么请假？30。你觉得这次比赛谁会拿年级第一？不知道，这次参赛同学的水平都很高。女的认为参加比赛的同学怎么样？30。你觉得这次比赛谁会拿年级第一？不知道，这次参赛同学的水平都很高。女的认为参加比赛的同学怎么样？第四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。阿姨，我家来客人了，能跟您借几把椅子吗？没问题，
你进来拿吧。好的，谢谢您。别客气，你不也经常帮我照顾小猫吗？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1。阿姨，我家来客人了，能跟您借几把椅子吗？没问题，你进来拿吧。好的，谢谢您。别客气，你不也经常帮我照顾小猫吗？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2。你会骑自行车吗？当然，我以前经常骑车去上课。那你教教我吧，我一直想学。可以呀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明天上午怎么样？女的想学什么？32。你会骑自行车吗？当然，我以前经常骑车去上课。那你教教我吧，我一直想学。可以呀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明天上午怎么样？女的想学什么？33。怎么了？刚才游泳时耳朵进水了。现在好些了吗？下次小心点儿。没事，别担心。女的怎么了？33。怎么了？刚才游泳时耳朵进水了。现在好些了吗？下次小心点儿。没事，别担心。女的怎么了？34。怎么拿了这么多东西？我们换办公室了，正在搬东西。搬到几楼了？需要我帮忙吗？6楼，不用了，还有2个箱子就搬完了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4。怎么拿了这么多东西？我们换办公室了，正在搬东西。搬到几楼了？需要我帮忙吗？6楼，不用了。还有2个箱子就搬完了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5。孩子们都睡觉了吗？还没有，等我讲故事呢。这边的事情一办完，我就回去。好的，听说北京这两天很冷，你别感冒了。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35。孩子们都睡觉了吗？还没有，等我讲故事呢。这边的事情一办完，我就回去。好的，听说北京这两天很冷，你别感冒了。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36。我们晚上去唱歌，你和小张也来吧。我先问问他，然后再告诉你。你们打算去哪儿唱？就在公司附近，我们8点1刻在公司门口见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他们最可能几点见面？36。
我们晚上去唱歌，你和小张也来吧。我先问问他，然后再告诉你。你们打算去哪儿唱？就在公司附近，我们8:01在公司门口见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他们最可能几点见面？37。我要去跑步，你去不去？我已经洗过澡了，不想出去了。好，要带点什么东西吗？你回来时，在楼下超市买斤香蕉和2瓶牛奶吧。女的为什么不去跑步？37。我要去跑步，你去不去？我已经洗过澡了，不想出去了。好，要带点什么东西吗？你回来时，在楼下超市买斤香蕉和2瓶牛奶吧。女的为什么不去跑步？38。你衣服和包上怎么都是水？外面下雨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今天没出门。你没带伞？没有，刚才还是晴天呢，突然就下起来了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38。你衣服和包上怎么都是水？外面下雨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今天没出门。你没带伞？没有，刚才还是晴天呢，突然就下起来了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39。小姐，这双皮鞋多少钱？680，给您拿双试试。帮我找双43的。好的，您等一下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39。小姐，这双皮鞋多少钱？680，给您拿双试试。帮我找双43的。好的，您等一下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40。你不是要买羊肉吗？为什么买了条鱼回来？去的晚，羊肉都卖完了，我看这条鱼很新鲜，就买了。是不错。对了，中午吃米饭还是面条？米饭。男的为什么没买羊肉？40。你不是要买羊肉吗？为什么买了条鱼回来？去的晚，羊肉都卖完了。我看这条鱼很新鲜，就买了。是不错。对了，中午吃米饭还是面条？米饭。男的为什么没买羊肉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